谢谢我的简清芬，我的量子纠缠，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瑞贝卡。谢谢，谢谢凯凯、柯震东，谢谢小美。对不起，我很紧张。我觉得你最棒了！谢谢。我希望把我的奖项，给我在田上的外公跟我的四阿姨。谢谢他，我的家人一直支持我，然后谢谢来现场一直支持不够善良的我们的所有的粉丝们，所有的朋友们，然后谢谢我的先生，他是我最佳的队友，没有他的话我不可能演戏演这么轻松，在现场对没有心无旁骛的工作，谢谢大家，谢谢。真的很紧张，因为就是哇怎么办呢、啊、没事没事没事，我借你服我搬个谁都不是都好像对对对对对好没有没有对、不好意思，我这边反正还有一些时间，他们叫我不要太快结束，对，所以就我在这边没有感谢到我爸妈，我爸妈刚才传讯跟我说叫我谢谢我爸妈，这样爸妈真的谢谢你们生下我，感谢感谢，谢谢，还有我哥，谢谢谢谢谢谢，好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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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入围的有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入围的有他说你这样说林依晨不够善良的我们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请你让座徐伟宁不够善良的我们财团法人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杨富江公视人生剧展但位中的婴孩凌晨影视制作有限公司阿强你先等一下你先等一半年后你赶快去找你杨贵妹暗潮菲尔创意有限公司你赶快去找你雷佳瑞八尺门的辩护人静文学股份有限公司好了来吧好都好紧张哦，对迷你剧集电视电影女主角奖得奖的是徐瑞宁不够善良的我优雅倔强高傲脆弱自立有力能疼爱，这些难以演出的特质都被精湛的演技细腻刻画，松弛有度且扣人心弦的角色塑造赋予人物深邃动人的灵魂，演出入神入魂。谢谢评审，谢谢导演徐玉婷导演，谢谢有花大 Q， 我要先把人谢谢完，我怕我忘记，谢谢台湾大哥大，然后谢谢 My Video， 谢谢公视，谢谢我的简清芬，我的量子纠缠，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瑞贝卡。谢谢，谢谢凯凯、柯震东，谢谢小美。对不起，我很紧张。我觉得你最棒了！谢谢。我要其实最最最需要谢谢的是所有的工作人员，因为你们的付出，所以我才有站在这里的荣耀。我会继续努力下去。谢谢我的家人。我希望把我的奖项，给我在田上的外公跟我的四阿姨。谢谢他，我的家人一直支持我，然后谢谢来现场一直支持不够善良的我们的所有的粉丝们，所有的朋友们，然后。
谢谢，谢谢我的先生，他是我最佳的队友，没有他的话，我不可能演戏演这么轻松，在现场对没有心无旁骛的工作，谢谢大家，谢谢。